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不思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不思释迦牟尼佛，南无不思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现世同修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各姓家中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，各位的累劫万亲祭祖，中华民族15615姓列祖列宗祖冠灵。咱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祖冠灵，日本西伏以来124位天皇祖冠灵，咱中华民族3762处，以及世界789处大小战争王室万灵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，上顶阿弥陀佛。咱继续来讲解金刚经。金刚经其中任何一句的章句章句，咱会当升起无限的信心，实实在在的信心。咱实实在在用心来相信。所以咱这修行的佛所开示的。是真实不虚的，众生地所讲的话，都爱担责。所以佛所讲的呢，是讲着咱内在心灵的话，拢在开始咱灵性的话。咱众生所讲的这上课嘛好啥呢，拢是咱这有为法、有为法。咱人是有为法、无为法人啊，有为法，因为有夫妻。才有咱有父母，才有咱就是有为法。咱真正信众大德，未生真简单，来望咱说咱成为是500罗汉、500尊者的头壳，500尊摩诃了。两阿嬷一定爱真虔诚看法师，看法师看念佛，教佛祖禀报讲我。要欢迎诶！诸佛菩萨来阮兜修行。我这一家咧，迎接咱众菩萨来阮兜修行。你500尊说话说等于上紧诶咧，超一两礼拜就开始怀孕啦。有诶人无咧，我师傅啊，我来一年两年咯，要无生，你梦无够，心无够。用心无够，所以那迄就无效啊。再来咧，咱昨昏我甲咱黄龙华师兄来同修，伊来教我去寻龙点穴，一时讲一个的，例就是讲，伊朋友家租土地，囥这个帮忙的。工具，两阿嬷结婚真侪年，拢无生，甲咱黄东华同修咧，甲伊讲伊想要生拢未生，遐侪年啊，
伊讲无你去摸五百罗汉嘛，啊去讲摸五百罗汉啦，摸摸摸嘞，去互芳甲盖落甲顶落啊，芳个尖啊，甲顶掉嘞，走来白了遐油，烧一半尔，烧一半我阿芳心顶掉一定保证会生啊，等下无偌久真正有心啊嘛，啊有心怀孕啊，啊烧一半尔。你无过来收，所以有新的几个月了呢，红阿婆安基就甲提掉呀啦，提掉红阿婆就开始去订单就离婚啦。迄、那个，迄尊者菩萨呢，迄、有够歹运呢，去因家去未成，要有障碍，芳啊，甲盖手了呢。迄个提醒我，你望一半，一半还阁望，结果呢，怎呢？无过来收五百罗汉啊！咱老家有一天，咱洪龙华啊师兄呢，甲问呢，才咧讲伊甲提掉呀，阿我离婚呀，啊一旦离婚去呢，现在还啊，那熬生离哇，啊艰苦袂讲话。反正变作癌嘛，不一定。问我师父，迄为什么那安尼？无诚信，讲话无算事，所以迄个芳会将杀了我盖你脑嘞，所以就安尼袂讲话，袂食物件。哦，等等呢，这问题。所以各位，咱讲一句话出来，一定要诚信。既然你来求佛。菩萨要去恁家，你半路共提咧提提掉。虽然是有违法，那么无违法的无违法已经有心，有违法嘛你有心。那么你一个念头我提掉嘛是有违法。所以咱伫世间所有拢是有违法，有违法。人希望要爱啥，你去祈祷去求，所产生出来的果。拢是叫做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那是迷茫幻想，那是水拍，啊，那是一个影，无所住的，如露也如电，那是露水，日头出来就无影，也如电，电闪是都过呀，都无影，应作如是观呐，故呀。咱大家来到世间投胎，世间的万行的代志，拢咱拢在尽调和，咱来拢爱学这缘，啊，暂时尔，咱爱用这个想法来观察，啊，来观察。所以讲，咱伫世间会结到真济因因万万的代志，恁爱注意，恁伫天上的世界。啊，灵魂的世界是佛是菩萨，未到世间的众生计较，未到世间的众生去斗争，结果来到世间会去斗争，去妄道，哦，等等是安那呢？这是个人因缘，众生的无私的因缘，所以佛啦、在天上的世界，才教咱，吼、这个爱了解，吼、所以开始就金刚经，教咱我来到世间的时，啊，什么话是正确，什么话是无正确的呢？只有佛所说的是正确，众生所说的法所讲的话是无正确啊。各位，好，咱为心弟子，今日教会因缘，每个月一次的共修，虽然是有依法，嘛是要带动各位进入回归到无为法的空间。但是啊，咱一旦来到世间来，咱食到一个年纪，食到老，糊涂到老，这拢每个人拢共款。曾经有一日。八十外岁，要教导会的老菩萨，
我啊，你这老糊涂啊！叔啊，我少年到即马八尾九十岁啊，无人甲俺骂骂糊涂呢。干那你甲骂我糊涂，我就不问嘞，不服。我你若无糊涂，你大糊涂呢？你甲我讲，你要来出世，你出世要来这出家修行。要来普度众生，结果你来到世间，要享受过去生，甲上天给你的荣华富贵，安尼也无好度。这位老先生啊，目睭金花花，老师你也知，我最近拢咧迷茫，我穿袈裟，穿袈裟伫上京。啊！迷茫，我来穿罗汉鞋；迷茫，我来吃素；迷茫，我规头天大家伫伫遐咧念经。我阿你无好大，阿你唔少好大。八九十回来啊，结果呢？你枵一只，也唔知要修行。小师傅啊，老师啊，是你啦！我来恁先有事修行好不好？我才不爱。你这老下来，我来照顾。我甲你照顾袂好势，我来照顾。免啦，我得叫阮孙仔来甲照顾啦。我才袂咧，恁孙仔读册，孙仔做头路。来啦，我嘛无位，起一间专工，互恁的阿公孙仔、公妈在大家咧修行。啊，够厉害！无啦，我到时修啦。安尼好啊，安尼尔。不过又要开出条件啦，师父啊，我若到时修行，若无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要安怎甲保证啊？哇，哦，所以啊，只有老菩萨讲这句话，伊对呢，伊唔是唔对呢，我返回来，见相非相。啊！伊讲这个话，语言之相，语言之相。提醒我啊！你既然要带遐侪弟子，大家共同修行，爱还有一个依归处。有一天开灯去，要灯到伊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课题。我安尼我知啦。啊！你看人人念佛就对啊，咱到底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！伊讲你个保证哦，你有去无？我有啊，那无？你这样开悟，我就足快乐。我现在就结了世界啊，遐简单咯，脚踏的就对咯，本来就安尼尔。所以这位老菩萨呢，好，俺决定，我世间的名你要放下，我唔爱去打名，我你九十岁你拼啥呢？迄个足奇怪，啊，九十岁你还要拼啥呢？我讲安尼啦，身体有用的是做凡众生师啦，身体老甲身体破病来做佛祖师啊，来做佛祖师，有没有做佛祖念佛嘛？少年的无用，爱打拼，老的用用爱念佛，做工课，做工艺。你就可以度到很多十方众，所以这位老和老菩萨呢，也真有觉性，讲师父啊，好，这样决定，我要出去认真修行，四过五年，但这位不知死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管是死，还是活，我相信他都可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，回归到自己净土回来。你实实在在的信心，啊，咱的愿心、行的心，若是咱无实实在在的信心，信佛所讲的一切妙法，啊，你敢若看小说当然是足好诶，但是小说真济，拢咧相互批评、互相相诽谤的语言、文字。你愈看是愈烦恼，
伊这作家一个烦恼，烦恼无够，啊，就写写好，较侪人来斗烦恼来相斗。世间就是安尼啦。所以王禅老祖呢，还常常开始世间只个悲情的小说等等，你爱有智慧去看只，你爱看的另外一面，你袂使咧对门而行。你对门而行，到尾你会跳楼去自杀，去跳楼跳楼。啊，这都是咱每个人爱了解的。所以咱经中呢，咱来看这经中的经文。啊，这里、个。一见诸相开相，即见如来。啊，是菩提啊！彼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，得闻如是。啊，这个呢，颇有众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点，咱可能还要讲几下礼拜。颇有众生，释菩提足谦虚的，释菩提大智慧，伊甲所有众生拢尊敬为已经见性的觉者。啊，干那要销售人，要未见性，要未开悟，叫做众生，颇有众生。销售的人，销售的事，销售的物，人事物，会互相相成就，叫做众生。那么众生呢，又分四大类。哦，咱呢就是两生、两所生的动物。咱这动物的离开的母体以后，应该就见光啊。结果光见未到，要伫壳内底好等时机，突破一个空，八卦一块通。哦，这个空呢，才阁出世出来。离开爸妈妈的腹肚底，啊！在卵内底的保护之下，自我成长、自我成就，时间因缘到，才出来，叫做迷性、迷性、迷去的性啊！啊！所以咱真侪人呢，糊里糊涂，老大人才骂咱这少年人啊，这精神啊！众生或者众生，众生或者迷性，迷去啊，迷去个你本性诶，叫做众生，叫做迷性，啊，叫做人性。所以各位，啊，你这个人性诶，诶，众生呢，都你无法度马上见着性。那像咱来共修同款，学校嘛同款，一大天虽然送出，也是有机会好读册啊，时间够好读册啊，结果还伫办公迄个教室内底听老师伫讲话，慢慢成长，啊成长训练甲家己有思考的能力，然后才放出人，才有法度家己料理着自己。这叫做众生，叫做两所生的，啊，就是讲咱一个人，啊，咱要闭关嘛好，啊，闭关呢，但是咱已经是世间成就啊，那么重新来思考一件物件，重新思考一个信念、一个理念的时，咱开始呢，要来向这边努力。咱爱去闭关，啊，闭关呢，
就是甲两性的共款意思。可惜呢，咱人来到世间，时时拢自我创一个壳包掉的，叫做两性众生。什么壳给咱包掉的？三毒贪嗔痴，贪贪未了，会甲咱的本性砍掉的。熬生气，你若气甲生气六大，气未了的，你嘛会甲你的佛性包掉的。痴无智慧。有痴的呢，哦，这个嘛叫做众生把自己砍掉的，拢是未见性，拢是未伫个内底看未到外口的天地究竟是什么款的。所以一旦咱一个人若熬生气，熬一直贪，吼、哦、无智慧的时，咱会甲众生共款，吼、哦、拢包伫壳内底，山顶那个溪坎内。目睭闭着金，咱伫顶底，咱伫顶底，哦吼，哀哉啊！迄只山顶咧来溪坎下面咧，内底咧石头坑内底，你也爬袂出来啊啦！所以两性的众生非常可怜，两性的众生就是三毒：贪、嗔、痴。各位，该咱得的咱就得。无该咱得的，咱就唔通得；该咱的，咱就甲接受；无该咱的，咱就卖想办法要去共恶、共歪、共怪、共骗、共抢、共夺。这拢是迷信的众生，所以贪嗔痴，哦，是是贪嗔痴所生的大众人，咱死了后咧，一定会投胎对众生去。免惊，袂得去。若唔相信，以后你再问家己。哦，人若问我，啊，阮老公唔知有去西方无？啊，你了解到恁翁在生如何？吼、哦，我那个死人哦，贪贪袂了，了了够生气。啊，了了讲一个话无影响。吼、哦，安尼好在生，我做无法嘞。哦，当爱未当死，但死佫唔甘，啊！再烦恼他，啊！阮老公唔知去倒去，哎，这个三毒包在咱的外面呢，就是两性的卵生，卵生呢，就是出世做众生去啊啦！你放心，恁家的鸡啊、鸟啊，凡是唔能打一只，那最近有生两个呢，内底一只一定是恁老公。你若要煎较狂者，吼、哦，迄卵咧，再煎菜脯卵，结果怎啊煎得啥？老公，再问老公啊，你倒去？腹肚底，啊，你倒去啊？尻川出去，臭臭，啊，臭臭咧，搁要走得着，比西海个糖，做西海个糖去啊，湿腥，湿生。有够可怜的，所以人若唔知影修行咧，即吼有一天要问讲我死了后要对倒去，家己问家己就好啊啦，免问啥人啦。安怎意思无？你要去倒去？西方极乐世界。哦，咱希望各位好好念佛，阿弥陀佛。